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白的极限生存实况。OK， 我们持续我们的冒险吧。然后我看那个评论上说啊，就是说我的农田的部分好像是不是这个部分好像是太小了，对，导致它可能是长不大。对，然后我想说来观察看看好了，如果它要长高的话，那就是对持续的保留，然后让它持续的长大。之后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，就是甘蔗可以换成这个沙子来给它加速成长，那我们就把它换成沙子吧。噔噜噜噜噜噜，换成四个。先哦，又掉下来了 ！Oh my god！ 又掉下来了，我吓死我了。这个底部真的很容易让人家，很难瞄准，对，太可怕了。四个 ，OK， 然后种在上面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我想要去看一下我们上面的农田的部分有没有，就是一些小状况之类的。哎，为什么上面会多一块这个？安德啊，我发现这个岛上就只剩下我跟安德嘞，其他怪物和动物都不见了。我想想看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把栅栏拆下来哈，因为也是有看到评论说，就是西瓜的部分要隔一隔才能够种，要不然它长不大。对，我是大概是知道，但是想说它的，这边好像本来没有种东西，就是它，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是怎么做那个方式的，因为它是说几层几这样子，我就把它做出来，所以我们就。对，给它大概修改一下。之后我在烦恼说栅栏怎么办。我发现这边很多的栅栏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边栅栏全部拆掉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啦啦啦啦啦，把这边栅栏都拆掉，可能需要点时间。农田好像都好了，再等烧一会儿吧。对，我想让它再全部熟之后再一次弄掉，不然的话怕说有些没有熟。对，稍微再给它等它一下。OK， 好，先拆这样子，总共几个了？27个。OK，Go。好，我们开始把这个部分给围起来吧，就是对这个部分，把它跟南瓜分开。分开。背包装不下了，垃圾丢掉。这边的吸管，把它们两个分。哦，掉进水里来了，吓死我了。啊！不见了！不，这水好深哦，好可怕。OK， 把它围起来，多出来的部分也给它弄掉好了。反正要是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再种在别的地方。这是我们的成就。OK， 然后这个水怎么办？这个水应该是没差吧？对啊，没差，没关系啊。然后像这边的话，就直接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没了，没关系，范围很大，我们还有。哎，它飘。哎，等一下，风有点大。难道说是哪里又要形成龙卷风了吗？哟，管他的，快跑！给我栅栏！我现在好像都还没有拿到任何一个。哇，好像被吹进海里面去了，讨厌，超讨厌的。嘿，怎么又往那边吹了？哦，喂，好讨厌哦，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们去种树好，而且现在已经快晚上了，赶快去睡觉，不然危险，真的太危险了。什么东西？绵羊。把它给，搞不好不是把它给，是睡觉。晚安。早安 ，OK， 好，持续我们的行动。我们来去种多一点树好了。然后我发现这边的动物好像已经过多了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过多了，怎么办？往后退。干嘛啦？你们这些猪好像疑似被封。对啊，确实是有封。我帮你们大改造一下好了，然后再把你们砍光。结果关门，刚好。
我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小小的帐篷，对，也都可以用泥土，没办法，目前最多的道具就只有泥土。哎、欸，之后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得要种树，做出栅栏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哎，有点麻烦呢。OK。嘿，来，有，火，哎，不要推我、啊，危险，太危险。这些猪，动物们有点讨厌。把他们这边盖起来，应该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好看吧。哎，不要推我！跟你们讲过，不要推我。谁？你？嗯，很好。又是谁？像这样盖应该是比较安全吧。OK， 然后稍微插一根火把，行了。把这里的屋顶整个都盖起来好了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整齐，然后也比较对。嗯，来把这里盖一个比较高的，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来这里把这里盖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好种树区，反正踩了没？哦，鬼怕，小鬼怕，为什么会小鬼怕？妈的，他们我看到评论上说这小鬼怕是不会爆炸，是真的假的？我才不信！哎，屁，他根本就会爆。是哪个评论说的？我的牛，小麦，这有办法引他吗？可以吗？欸、可以，过来。是哪个评论说小古力怕不会遭受到任何攻击的？是谁？太可恶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先把你关进去。等我一下哦，小牛牛，这是什么？那是我的火把区。牛牛，你先下去一下好不好？嗯，谢谢。应该只是材质包问题吧，我觉得应该只是材质包，所以它并不是有分大小鬼力怕，好不好？根本没有大小鬼力怕这种东东啊！这碗可以重叠 ，OK。反正蘑菇牛目前它不会乱跑，为什么会升怪？是哪边太暗了吗？还是那边不够亮？这个地方不至于啊。哦，我们先把牛关起来，不然它等下跳下去就有点麻烦处理了。嗯。嘿、hey, ，牛牛，你看小麦耶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进来。嘿、hey, ，对，跟着我走进来。嗯，再进来一点好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小空间，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？喂，你到底喜不喜欢呢、啊？然后我把你关在里面。快点，不准给我跑出来！谢谢。好，刚好。把蘑菇牛关好，哎、欸，上面严重破洞，讨厌！看那么多评论说小古力怕不会攻击，我想说奇怪，古力怕还有小只的，只是材质包问题吧？太危险了！我的床嘞？哦，还在。OK， 放在这里。好，这样就行了。这样看起来一点都不整齐，讨厌！弄整齐一点。OK，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感觉上空间变大了，因为破洞了，好冷哦。赶快把这边关起来。啊哈，像这样就行了吧？上面也是，这样看起来超不整齐的。OK， 修复完毕，耶、yeah! ！把我们的床重新安置一下。OK， 然后现在时间是几点？我的熔炉好像少一个道具。啊，工作台又浪费了我的木头。工作台。放在这里好了，对啊，像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箱子，然后门没关，又来了，门没关。好，我们去把我们的就是种树区给加大，对，给它加大，就是变成很高很高的柱子，对。然后它东西飘下的时候呢，就不会乱飘喽，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措施。然后稍微把我们这边的房子给整理一下 ，OK。之后我要来烧更多的树。当作是、嗯，不是啊？当烧更多的道具来做，对，然后可能房子会看起来有点奇怪，没关系。哎，我只是盖错地方啊！哇哦，有点难，有点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棘手一点，要把它加高，就是我现在要围的部分要给它加高，对。
应该够吧？我很担心不够，不够怎么办？哎、欸，风停了，太好了！趁风停的时候赶快弄。才怪，又开始了。呜，要被吹下去！呜，好强烈的风啊！嘿，哎 ，OK， 好。嘿 ，OK， 哎、欸，再来，三，弄，这样叠高，这样会，哎、欸，这边形成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，好棒哦，不错。然后这边木头又敲掉，哦，掉下来了。我要把这边一个木头敲掉，然后。这是我的道具之一。先前是因为没有木头，所以不是，先前是因为没有泥土嘛，对，所以用这个代替一下。然后我要再做一个新的，就是对，新的那个造石器，嗯，很好，不错吧？我们的栅栏有四个，再给它补一下。因为应该是现在有时间吧，我今天的预定是要把那个种树区跟动物区先给它整理一下，嗯。然后再继续完成我们的成就的部分，这样够不够高？不够高，再次。嗯，然后玻璃的话，我就先暂时想说，先保持这样子就好，要不然我们其实也没有多么多的材料。对啊，嘿，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哎，仙人掌这个成就，真的是，嗯，先让它飘下去，待会再去捡，有时间的话。哇、哦，好可怕！好，再高，再继续高，走过来。哦，又掉下来，哦，好痛哦，是直接摔下来。应该捡到刚刚那个了吧 ？OK， 好痛哦，真的超痛的。OK， 没关系，我发现我肚子饿了，我们先回去做点面包好了。嗯，面包非常好吃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那我发现好像疑似又要快晚上了，再给它做高一点。哎，不够哎，怎么办？就是泥土的部分不够。好，面包。然后暂时先把蘑菇牛关在里面，呵呵，要不然没办法。之后他有说一个那个蘑菇成就，但是我没有蘑菇，该怎么办？对啊，那个蘑菇的部分怎么办嘞？怎么办？还是我没有拿到那个道具啊？还是我没有清楚的看到？这个也是非常疑惑的地方呢。嗯。我们等一下再去，就是更新后的版本看一下，我到底有没有去拿到蘑菇这样材料。对，好，下来吧。嗯，上面的部分怎么办呢？哎，擦火把，避免它升怪了。它升怪就悲剧了。哦，挖太深了。OK， 这样子就像一个家了吧？有吗？应该是有吧。嗯，好，开始种我们的树。首先先种这个树。这是 1.2.5 版，所以那个木头应该不一样。但是我们的重点就是要烧煤炭和一些道具啊的制作，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关系啦。嘿，哎，OK， 好，等它自己消失。它的树苗也很珍贵，哦，好痛。我们把它做成那个栅栏吧，栅栏，把我们的农田给围好。几个？12个应该够吧？我们不要太多。好，剩下的拿来做那个栅栏门。啊，不够材料了。一次可以做几个？1个而已。嗯，就是先暂时先完成一个好了。对啊，我这边还有一个树苗，有没有掉树苗啊？我今天把……哎，我以为这是树苗哎，原来不是，只是单纯的树叶。嗯，这样子的设计我喜欢。来，夕阳超漂亮。不好意思的南瓜，请你牺牲吧。OK， 谢谢。然后这边就放上我们的栅栏门。之后我要把这里的那个水给挖掉。对，这边水给挖掉，换到这里来，然后再把泥土给补上去。嘿 ，OK， 这样子暂时大功告成。之后我要赶快的去睡觉。有没有掉叶子？有没有掉那个？没有，没关系。我们晚上见喽。哎，那个地方好暗哦，我终于知道哪里生怪了。这边的样子，这边会突然变超暗的。对，这个地方好像是这里对吧？虽然这边看起来亮亮的，可是好像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有点生怪了。
有没有长大？哎、欸，有，他这边长大，这个长大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OK， 把它给扩充。OK， 这个好像长不大，是空间问题吗？我帮你种在正中间好了，然后有光线的地方，看你会不会，看就是会不会稍微长大一些。那个地方好像真的有点小，有点小小的空间，可爱的小小的空间。哎、欸，有，掉树苗了，终于啊。这个叶子我喜欢，就是慢慢等它就自己消失。然后我发现猪好像有点太多了呢，去死，猪太多了，嘿，猪太多了，不行，猪那么多，会危害，会违背生态定律。好，剩一只猪，这样就行了，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？没有，应该没有说什么猪生怪蛋，没有啊？对，喂，它就是暗度有问题。没有这样子的烦恼 ，OK。然后我来看一下种树区要60×60哦，它会不会太大了？大，60×60，要三，哎，6×6=36，要3600个，泥土，真的假的？它的成就有点夸张，60×60，3600个木头，好大的范围哦，植树区。养牛区要有10只牛，养猪、养牛，我们来做养牛区好了。对，让它自己繁殖，然后对，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木头还不够。我们去外面好了。对，外面应该没有风速很大，哈，有吗？没有吧 ？OK。这边的小麦也几乎一半都快熟了。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哎，牛哎，鸡哎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哎，不管，拖回家。我把你们拖回家，而且这鸡是红色的，有没有注意到？还有牛，我要把你们全部都拖走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海上面有好像有鸡跟牛？因为那只羊被风吹回来了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风停下来了，好吧，我们待会再去接你。我先把这些动物给拖回家。好笑，那只羊被吹回来了。该不会全部都吹到？哎、欸，那只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只羊！啊，好吧，他要这样子离开了我。由于担心猪是太多，然后挤爆了吗？让我进去！不要挡我的路啊！快进来！快点！大家快点进来！你要死猪屁股！我不该打他的，对吧？这么多猪要死哦，你们真的是哦！快进来！不要急，快点！你这只牛先稍微回避一下吧，回避！啊，他冲出去！好，鸡！哦，他冲进来了！哎，牛，大家都进来了，太好了！嗨，转换，然后关门。然后补回去 ，OK， 我收服了新的动物，我终于收服到新的动物了。我们又有材料了 ，OK， 继续让它长大。然后今天的实况也是感觉上有点无聊呢，但我们就先暂时就是把一些基本的材料准备好就好，对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完成下一个成就。然后猪也是莫名其妙的，一直好多，对，虽然知道有那个。生怪的砖，但是总觉得它长得速度好快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长大，没有，没有，是因为这下面有风吗？这边为什么下面会有风啊？明明就全部关起来，为什么还有风啊？一个匪夷所思的一个地方呢。好，冲出去！蘑菇牛很高兴。哦，应该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了哈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木头全部颜色都不一样的，全部做成杆子吗 ？OK。要他说他几层几啊？20×20，我需要用到蛮大的。Oh my god， 这个作者为什么都要出这种恐怖的成就呢？好难的成就，20×20，蛮大的，真的比10×10还大了一倍。我要去哪里做出一个20×20的养牛区啊？
30个，20×20，我需要400个泥土，不够啊，完全不够啊！石头制造机，我就是想到这一点。嗯，然后我想到一个新的设计，我要把它的设计先暂时用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我这边好像完全遗忘了有那个，因为自从把它堵起来之后，我就完全忘了它了。这是源头吗？哎，对，这是源头。OK， 我们把源头拿掉了。这边是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水给堵掉，反正水世界水那么多。哦，我要怎么做一个新的设计呢？嗯，好，首先我们先去再去把一个水桶，还等一下，水桶，我记得我箱子里面还有一个水桶，没有吗？啊，没有就算了，好像都是碗而已。做一个水桶，哎，不是水桶，是铁桶，冲啊，拿去外面拿一坨水。需要拿一桶水，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运作。对，这是想法，对，一切来自于想法。啊，我们大概就扩充到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把石头制造机完成之后呢，就可以结束这次的集数喽。嗯 ，OK， 把这里挖稍微挖大一点，以防万一。OK，OK， 嗯。该怎么做一个比较良好的设计呢？良好的设计，这样子会不会看起来怪怪的？啊，应该不会。然后我需要一个告示牌。对，有评论者有提醒我说，就是告示牌可以挡一些岩浆，对，避免它溢出来，或者是对，感谢喽。面对这傻乎乎的我，傻乎乎，傻乎乎。下面该不会是哎、欸、不是，我还有又到底了，嘿，像这样子流下来变成一个水柱，然后这边就是岩浆，它移就是要溢过来的地方，对，像这样子动动就碰到就变成石头，嗯，很好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堵起来 ，OK， 我的石头制造机，然后这边放一个那个够吗？不够，我砍了木头嘞。好像也用完了、欸，啊，真的是很缺木头、欸、真的非常缺木头。他说种树区，养牛区的话，20×20，如果是用石头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 OK。那我就用石头好了。我们的材料真的非常的危机啊，真的，我真的是极限生存，非常危机。嗯，每个东西都要注意很小心，要不然如果有些浪费掉就很悲剧了，就很麻烦了，对。OK， 我来这里干嘛？我东西都还没做好哎、欸。嗯，我把原木拿去做成它，然后木棍我还有没有？有。OK， 做一个牌子，像这样子。OK， 这是我发明的，哎、欸，不是我发明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开始试试看吧，它不会留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放岩浆，哦，变成石头了，然后。稿子，最重要的稿子，没有稿子，我们做，哎、欸、有木稿，可以吗？不要，太慢了，做铁稿好了。对啊，就铁稿比较快，可以让我们无限的铲。哇，滴岩浆，这岩浆好可爱。妈的，先把这些涂掉，不然看起来非常的不优雅。好，开始挖石头，拿到了，可以耶。而且好像石头嘞，地板，我要丢掉，等一下不能丢掉，这些东西太宝贵了。OK， 先随便的全部移到上面去。OK， 行了，拿到了，我只要站在这就可以一直拿到。哎，好像全部都东西嘞。疑似会不见呢、欸，都是的，不一定，还好 ，OK， 然后这次的实况就可以到这里做结束了，嗯，很好，非常完美，真的太完美了，可是需要的就是一点时间，对，
你要像这样子一直按着，然后要像这样一直敲，基本上是完成的。对，这是这种的技术是来自于猫猫，对，就是我们的议员，他就是用那种石头制造机的时候所想到的灵感，所以感谢他咯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